是曾佩慈，我是 Color 六月号的封面人物，在这边要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八月五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 我个人的第一场大型售票演唱会《我爱你》演唱会就要举行了。这场演唱会呢，是我出道十年以来累积所有的心声。那在我生命中对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，也因此我想把这份爱传递给自己，也传递给你们，请你们一定要来听哦。